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存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存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存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存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存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存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存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存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存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016页啊，1016页。我们从第三行把经文念一遍啊，不了佛智，不思意智，不可称智，大乘广智，无等无能，最上甚智。于此住之，疑惑不现。这段经文前面没讲完，念老的注解很长。我们看注解，在同一页倒数最后第三行，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，此言佛智啊，是总标句。下面四句各显四智，佛智是总说，如来果地上所现的智慧，这个智慧。下面分别说为四句，就是四智啊，这四智总这个智慧包括德能、相好，乃至于整个法界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记住，都是我们自信本自具足。啊，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讲的第三句：“何其自信本自具足。”也就是人人都有，不但人有，一切众生都有，众生包括动物，包括十法界，还包括植物、矿物，一粒尘沙。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，虽然这么小，
一粒尘沙，它包含全宇宙，整个宇宙都在里头，也就是六道十法界，统统在里头，一样不少。我们本来知道啊，为什么有佛智嘛，诸佛如来的智慧，我们个个人都有，这比什么都重要，不能怀疑。只是我们的智慧失掉了，不是真的失掉了，是有障碍，把它障住了，它不起现行，不起作用。只要把障碍去掉，它就现前了。啊，障碍叫烦恼。烦恼无量无边呐、佛把它分为三大类：无明烦恼，也叫根本；啊，无明本来明啊，现在不明了，跟大学讲的明德一个意思。明德本自具足，人人都有明德，现在明德不明，啊，那明德的人帮助不明德的，失去明德的，这就是教学。啊，他为什么能明？他障碍没有。只要去障碍啊，障碍就是烦恼啊。啊，无明是最微细的。波动频率最高的。啊，一秒钟。2240兆次，这么快速啊，让我们对于整个宇宙真相模糊了。原来样样都明了，现在是样样都不明了，叫无明烦恼。也叫无明惑，或是迷惑。第二种，从无明里面起尘沙烦恼。尘沙是比喻，比喻它多，数不尽啊，障碍我们自信。从尘沙烦恼又生见思烦恼，啊，见思是讲我们个人了，尘沙是讲到宇宙，讲到法界，原本变法界、虚空界都知道啊，过去知道啊，未来也知道啊。没有丝毫障碍啊，现在就这三种烦恼把我们的智慧埋没了，全障住了，一丝毫都透不出来啊。学佛学儒，儒跟佛是一不是二，
学佛终极的目标是明心见性，学儒终极的目标是明明德，明德就是自信，明明德自信上没有障碍，明是智慧，无量无边的智慧都显现了。学佛人不能不知道八万四千法门，包括净土法门，没有一个法门是例外的啊！不求明心见性就不是佛法，佛法唯求明心见性，这个要懂。那么这些都是说明障碍从哪里来的，怎么样把障碍破除。我们看念老的下文，下面四句，过标四指啊，第一个，不思议之，念老的注解上说，不思议之就是成熟作之。为什么叫不思议？这个智慧现前，能做不思议事。不思议事是什么？变现四土教化众生，这不可思议，就是这个智慧现前。啊，念老告诉我们，这叫成熟作之。啊，不思议，这是成熟作，就是成就一切所做的。阿弥陀佛做极乐世界，戒淫变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迷惑颠倒的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，不可思议啊。极乐世界的成就，这个经上说得很清楚啊，他是发大愿，无界的时间修行，发这个四十大愿，无界时间修行的成就了，他成佛了。成佛之后，四十八愿，每一愿都兑现了。没有一愿不兑现的，用这四十八愿度变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里面的众生，这个智慧不可思议啊，所以叫不思议之。啊，我们讲讲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有四土，
啊，像我们念佛往生，绝大多数是凡圣同居土。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也是凡圣同居土。释迦牟尼佛的秽土不是净土，这个土地上，地球南瞻部洲，现在南瞻部洲的社会一片混乱，极乐世界不是的，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是净土，每一个人心地清净，身心清净，居住的环境清净，真的是一尘不染了。佛从不思议智慧里面成就帮助众生一生当中圆满成佛的大成就啊，遍法界虚空界谁的现的事业最伟大？阿弥陀佛。所以一切诸佛尊称阿弥陀佛，佛中之王，诸佛称赞呢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啊。那么诸佛都有这个能力，没有这个缘分，不是不能现的，没现。阿弥陀佛独现，这在因地，换句话说，阿弥陀佛的慈悲超过诸佛如来，慈悲是现土度生的语言呢、啊。其他诸佛如来说疏忽了这一条，那既然阿弥陀佛现了，诸佛还要不要现？不需要了，你现了很好，我把一些有缘人通通送到你那个地方去成佛，这才是事实真相。本是释迦牟尼佛把我们这个世界劝我们信愿持名，你就能到极乐世界。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代表我们的本事来教导我们。那我们成佛之后会不会再回来？会。为什么？这个世界生生世世，许多众生跟我们有缘，他还在受苦，在六道受苦，还在受难。我看到了，我能不伸出援手？我能不帮助他吗？这叫尘缘再来。啊，这些全都属于尘俗所知啊，不可思议的智慧。下面说此智
能做不思议事，现身现土，让这些众生有个地方安居，有个地方学习。释迦牟尼佛不例外。啊，成佛之后现这个凡圣同居土。那么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，十报庄严土有没有？有。方便有余土是四圣法界，十报庄严土是在华藏时期，读华严经就知道了。十报土是法身的，在那个地方修行，最后证长吉光净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就证长吉光。长吉光才是真正的明明的清明知遇之善，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如跟佛有什么两样啊？用的言语不一样，用的文字不一样，实际上完全相同。啊，但是如跟佛不一样的地方，佛讲得清楚，如讲得含糊，没有佛讲的那么清楚。啊，佛是非常肯定坚定叫你一生成就，如多半把人送到二十八层天去了，欲界色界无色界，这三种天的天人多半都是极善修德，积功累德，所以我们一般讲除世法世间法，如世间法偏重在世间法，佛偏重在除世间法，业因果报啊，果不相同啊，这些都是不思议的事。啊，那么在此地介绍极乐世界，释迦牟尼佛希望我们要能信佛知，这个不了，了是了解，就是对于佛的智慧不认识。佛给我们讲了，我们听了还不敢肯定，还怀疑，这是人之常情。我们每个学佛的人都有犯这个过失，轻重、时间、早晚不一样。啊，有一些人根很利，听了他就相信，他就不怀疑，难得了啊。那么第二个因素，往生极乐世界，第一个要信，第二个愿，愿去，愿去去不了，为什么？
这个世界没放下，所以你去不了。彻底放下了就去了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净土圣贤录里头有记载，往生传里头也有记载，闭关七天求生净土，七天到了果然往生。他告诉大众，阿弥陀佛来接我，我到极乐世界去了。一般人念佛七天，七个七天，一百个七天也去不了。什么原因？对这个世界有贪念。贪念最严重的情执，情不重，不生所破，念不一，不生净土。所以净土教导我们，只有一个念头，阿弥陀佛，佛念呢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统统放下了，这一念就能往生。阿弥陀佛的十八愿，临命终时，一念十念就能往生。臣服，自己要想一想，认真去想一想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哪一个法门能帮助我成就？哪一个法门都要断烦恼证菩提，连极乐世界也要放下。只准许一念，一念就能往生。这一念忘掉了，就往生不了。你往生的缘就断掉了。断掉的时候，再等来生、来世。来生能不能得人生？得到人生，能不能闻佛法，都是问题啊。所以我们成就了，明心见性了，有佛同样的能力，就是佛智。分开来讲，四智，转八十乘四智，这个注解里头都讲到了，此智不思议。这个地方讲的特别讲阿弥陀佛成所说，不可思议啊！为什么能做不思议事？不可思议的事情，那就是一念成名。永灭多劫重罪，我们无量劫来，在这个世界，不要说无量劫，这一生
一天24个小时，一年365天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这都是业。这些造业里面，肯定是恶多善少，那生生世世无量劫到今天，我们阿赖耶那个仓库里头，古人说的好啊，好在这个业没有形象，没有体积，如果是有体积，再小像尘沙一样，尽虚空变法界都容纳不下了。这话是真话，一点都没说错。那么这个法门太难得了，不是往生就是十念啊，一念，一念成名，永灭多劫重罪。十念功德能生界外圣报，如是等事，非其所测，是名不思议之。真不可思议，我们要牢牢地记住，用清净心，用真诚心，念着一声佛号，一念成名，无量劫的重罪都消灭了。这也可以说，真正念佛往生的人，带不带业？不带业。为什么不带业？称名，永灭多劫重罪，消了。一念称名就消了，十念称名就往生了。啊，界外圣报，这个界外是娑婆世界的之外的，超越娑婆世界，往生到极乐世界。界外圣报是讲极乐世界，如是等事，非其所测。是故名为不思议之。佛有阿弥陀佛也有，释迦牟尼佛也有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自然见成的，十方诸佛刹土的众生，就跟释迦佛一样，诸佛对他会下的大众，没有一个不讲无量寿经，没有一尊佛不讲阿弥陀经。净土三经一论啊，或者我们说五经一论，五经加上华严经的普贤菩萨行愿品，再加上
《楞严经》的观世音菩萨圆通章，这叫净土五经。这两种是佛讲大经附带讲的，三经是专讲的，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佛经、阿弥陀经，特别介绍极乐世界，劝导大家念佛往生，一生成佛，是这么回事。我们不知道啊，我学佛到今年66年。讲经教学58年，我才相信呢。你们要问我学哪一部经好，我不骗你，肯定我叫你学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49年教学的总纲领，84000法门，离开这个法门，一生不能成就。我敢这样讲法，为什么？无量劫的重罪呀，业障太重了。我们自己没办法止住啊，不要说消了，把它止住，今后不再走了，都走不到。这讲实话，我们不是那个根性，不是上上根，什么根？自己承认下下根，老实念佛有救。老实念佛能成就，那我要学经教，我只学这一门就好了。古大德有一生专讲阿弥陀经，讲几百遍呢。这些都是大菩萨为我们做榜样啊，劝我们，我们不听，他自己以身作则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最后真的往生啊，自在往生，事先瑞相给我们看，我们看到了，赶快迎头追上，不能落后啊！第二，我们接着看，不可称者，是妙观察之，此之观察不可称尽。为一切法如梦如幻呢，非有非无，立言绝虑，非住言者所能称量。住言者是我们凡夫，追根究底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情？不可称。这你讲得很清楚，境界不可思议，这个境界就是
一切法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一切法就是万法，无量无边的，没有边际。今天科学家去找，找不到边。啊，这个银河系有没有边？找不到。现在的仪器还不行，有限量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空中的星球，白天太阳光太亮了，它隐没了，看不见。晚上太阳下山了，我们看到满天的星斗，这里面绝大部分距离地球几十亿年、几百亿年，这个你说光年呢？光的速度啊！这个境界就是不思议的境界啊，不思议的智慧能看到，看到整个宇宙全体。为什么他能看到整个宇宙从哪来的？自信变现的。你明心见性的，哪有不知道呢？全知道啊！啊，这一类的智慧就称为不思议，真的不思议。记住，是我们自信本自具足，不在外头，外面修不到。只有一个方法，修定。定到一定的程度，障碍没有了，它就现前。有没有人信心？有。我告诉你，像慧能大师一流的人物，他现前，他知道啊。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，他见到了，他用什么方法见到的？一句佛号，一句佛号能灭多极重罪。他每一天念多少佛号？他念了九十二年，就一句。我有理由相信，这一句佛他念了3年，得定，叫功夫成片。得清净心。本经的经体清净平等，下面就是成佛了啊，清净阿罗汉辟支佛所证得的，平等菩萨证得的，后面就成佛了，圆满了啊，3年可以得到清净，再3年就可以得到平等，再3年就可以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我们想想看，海鲜老和尚有没有做到？做到了。现代人，
无辜忌他，三年功夫成品，妄念没有了，杂念没有了，30岁，10年，他20岁出家的，30岁肯定达到四意心不乱。四意心不乱，阿罗汉呢？顶多再有5年到10年，理意心不乱。理意心不乱，就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。这个境界跟六祖慧能大师在黄梅所证的是平等的，同一个境界。经上讲的5种智都现前，比科学家超越了，科学家还在摸索，他用20年的时间就到达了。为什么没往生呢？那是阿弥陀佛嘱咐他的，他自己说了，很多次见到阿弥陀佛，也很多次都请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告诉他，你修得不错，修得很好，多住几年，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。这么一回事，很可能也跟他讲了，什么时候有人带了一本书来看你，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，唯有僧战胜。你看到这本书，阿弥陀佛说，我就来接你往生。所以他天天在山上盼望着。有没有可能？照理说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他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，你带书给他干什么？所以不可能有人带书给他，带书给他等于骂他嘛，哪有这种人呢？没想到2013年1月，就有一个信徒带这本书，上山看老和尚。老和尚一看带来有书，就问他什么书。若要佛法心，唯有僧战胜。高兴得不得了，赶快回到房间，穿袍大衣，就照这张照片。上面看到这是他最后的一张照片，一生从来没有主动叫人给他照相，一生就这一次。照完之后也不跟人说，第三天走了。走的那一天，他还在大菜园干了一天，整地浇水
拔草，他工作一天，啊，晚上半夜走的，没有人知道。到第二天，人家请老和尚吃用早餐，开始房间里一看，走了。佛所说的真话了，不是假话。啊，自己开悟了，跟能大师一样，清净心得到了，见了性了，自信不生不灭，本自具足。啊，你问他。你把经书念给他听，他讲给你听，跟慧能大师一样，师父嘱咐他，20岁出家的时候，师父看准了，这个徒弟了不起，真正具足，老实听话，真干。只要具足这六个字，他一定有成就。所以师父告诉他，将来明白了，什么叫明白？就是开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开悟了，不能说，不能随便说。所以他一生不说，没人知道。在这个时代里头，老人示现，做榜样给我们看，我们有缘遇到了。你要不相信，太可惜了啊，还要怎样你才能相信啊？啊，所以想在这一生真正成就，实现他的一门深入尝试熏修，就这一步行，这一步行你们年轻，我相信净土年龄已经50多岁了，来不及了啊！我把大乘尖教彻底放下是85岁啊，在7、8年前，太晚了，现在真正知道其他的法门，我得不到真正利益。这个法门我特别介绍给大家，啊，学佛经学什么，这经好，先把这个经文背下来啊，能背诵的人不少啊。他为什么不能成就？世间还有他留恋的东西，他还不想走，错了，不想走，继续搞六道轮回。我看到很多啊，真正有聪明有智慧，这世间是假的，
不思议智啊，不可称智，不可称智。我把它念一下，然后再就给接上了。是妙观察智，此智观察不思议境。不思议境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现前的世界，娑婆世界。今天科学家天天在探讨观察宇宙，宏观的天文，微观的量子，啊，这上下功夫，这都是属于妙观察智，不可称，不可称者是妙观察智，此智观察不思议境。为一切法如幻如梦，非有非无，立言绝律，非逐言者，逐言者喜欢讨论研究的所能称量，是故名为不可称之。这几句话很有味道啊！啊，不可称是妙观察了，他真懂得，所以我们相信，再过个20年、30年，量子力学家一定会赞叹，大乘佛法是量子的最高峰，佛法又变成科学了。啊，我跟方先生学佛的时候，方先生是哲学家，告诉我，大乘佛学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，啊，哲学的最高峰。在20-30年之后，量子力学会宣布，啊，大乘佛法是量子的最高峰。他们不认为是宗教，是科学，是哲学。啊，量子能够观察到，但是永远做不到。你看看，大乘佛法的人，他做到了。谁做到了？念佛的人做到了。啊，搞究竟量子，究竟哲学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可以帮助你成就。帮助你真正达到这个境界，叫不可思议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